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哈，甲乙丙三个圆柱体容器内，底部半径比是一比二比三。哦，底部啊，这个是一个那个圆柱体的那个容器嘛。那底面积就是 r 平方 r， 所以它底面积的比哈，跟那个半径的平方成正比，一比四比九。那圆柱的高度哈，圆柱的高度比 h 是这个二比三比四，二比三比四。那么他们说三个圆柱体的容积比，圆柱体的容积呢是多少？底面积乘以高嘛，所以呢它的体积比哈就是等于它的面积乘以呢高度的比，叫一乘二，比上呢四乘三，比上多少？九乘四，这可以约分了，二一得二，二六十二，二二得四。所以它的体积比是一比六比十八，所以是一比六比十八。